听说最近公司人心惶惶，不要怕，这就是个小感冒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，没错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了？老板，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。真的，真的要没了，老板。吵什么吵？我就想睡觉，你来什么找我的？大家都好努力呀、啊，差不多，我也该点个外卖喽。吃饱了，是时候睡觉。待会儿我要去探望一下老板，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愿意去的下班就留下来吧。这么晚了就得加班了，让我看看方案是哪一天交。昨天快下班啊，患难见真情啊。一会儿我们 AA 吧。你出钱我出力。谢谢亲爱的，你煮的黑芝麻糊真好喝。我煮的是白粥啊，我去给你洗个水果。老板，我看小赖来看你了。老板，你还好吗？你们，我还以为公司没人真正的关心我。也能理解吧。你们注意防护，好好保重身体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他是什么？他说他要过来了。